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五章《术治王韩》。慎道之世说不可谓不透彻，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。一个最大的尴尬是，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，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正是为此。 理亏、商鞅等重法之事应时而生，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，认为法律一旦确立，便具有最高权力、不能撼动的地位。所谓“举国一法，违法是从”，皆此意也。韩非之心在于承认是是法治之源头条件，却又清醒的认为，仅仅依靠侍卫不足以明法治国。 必须将事与法结合起来，才能使国家大治。韩非子南士云：“夫事者，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，贤者拥势则天下治，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。以事乱天下者多矣，以事治天下者寡矣。事之于治乱，本末有未也。” 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其至前矣。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，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《劫难事说》的矛盾故事。韩非说：“专言势志者云，尧舜得势而治，桀纣得势而乱，故势志为本也。果然如此，其论则必成两端：尧舜拥势。” 虽时节时纣不能乱，桀纣庸世；虽时尧时舜不能治。如此，究竟是凭人得治，还是凭事得治？凭事得治吗？暴君拥事则圣贤不能治。凭人而治吗？圣贤无事，而天下兆乱。劫难之后，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：人有卖矛卖盾者，鼓吹其盾之坚。 物莫能陷也，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，物无不陷也。有士人过来说：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，何如？”卖者虽尴尬不能应也。韩非子结论云：“贤士之不相容，明矣。此矛盾之说也。”睿智犀利而邪趣横生，其才罕见矣。 嬴政拍案大笑，所言至当，事至过甚，与人至无异也。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。再说术治，术者，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，方法也。然则法家所言之术，却是治利之道，是为术治。战国之事，术治说由身不害之牛耳。 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，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，无论是事还是法，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。这个人群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，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，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；否则，天下无治。所以，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。显然。 “身不害数治”说也是偏颇的，漏洞也很明显。一个最大的尴尬是，国家若不变更旧法，根基是不废除十封制，而为重吏治整肃，便不能根除奸轨丛生、腐败迭起的痼疾，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。齐国如此，韩国更如此。韩非子。 言辞劫难身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。韩国法令庞杂，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，身不害不善其法，不依其宪令，故奸邪必多。贵胄之力在旧法，则以旧法行事；官吏之力在新法，则以新法行事。其力若在旧法、新法之相悖冲突。 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，如此，申不害虽时时招侯用术，而奸佞丛生也。故托万乘之近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，用术于上，法不勤修之患也。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，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。 韩非对术做了严格定义，术者因权而受官，寻名而择实，操生杀之柄，克群臣之能者也。用今人话语说，术治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。所以，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，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。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，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，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。有人问：“法治术治，何者更重？”韩非答曰：“此由衣食之孰重孰轻，不可无一也，皆养生之具也。人不食时日则死，大寒之龙不衣亦死。君无数则必于上。” 臣无法，则乱于下，此不可一无，皆帝王之惧也。从九岁起，嬴政便是秦国太子；从十三岁起，嬴政便是秦国之王；从二十二岁起，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。其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，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。 可谓烙印在心，刻刻不忘。为此，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心说深有同感。读《定法》之时，嬴政连饮三大爵，凛冽老酒，慨然拍案道：“如此数志，命非与法治共生也？韩子大哉！”最令嬴政感愤不能自已者，还是韩非的孤片《孤愤》篇。 韩非之孤愤，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，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，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。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，一身冷汗，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：车裂商君的刑场，尸骨横飞，鲜血遍地；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。 倒在血泊灵堂。浴血成头，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，此刻刀尖闪亮。苏秦颓然倒地，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的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，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。朝朝孤愤，志士请命书也。 更深人静，嬴政慨然拍案。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，却令人惊悚，令人惕然。根本处在于，孤愤以无以伦比的洞察力，灼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，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，给芸芸众生浏览。 冷森森的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，刑法牺牲者的命运，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。首先，变法之事的秉性与使命，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。治术之事，必远见而明察，不明察不能逐思，能法之事。 必强毅而尽职，不尽职不能矫兼治术之事明察，听用；一旦任职，则逐照众人当到权臣之阴情。能法之事尽职听用，则矫众人之行奸。故治术能法之事用，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。如是。 治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。其次，当道旧势力拥有继承的种种优势，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。股份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，谓之四柱五胜。四柱是诸侯之柱，群臣之柱，君王近臣之柱。 门客学士之助，之所以有此四助，根由是：当道者善书要，则内外为之用；有权力结交诸侯，有权利决定群臣利益分配，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；有权利财力给世人门客以养路，故有这四种助力。五圣是。 一为官爵贵重，二为朋党众多，三为得朝臣多数，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送辩护，五为得君王爱信。与当道者相比，变法之事却是五不胜：一官爵低，处世卑贱；二无党富，无党孤特。 三朝野居少数，凡主义与同好争，一口与一国争。四，缺乏故交根基，新旅与习故争。五，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，疏远与近爱信争。其三，如此态势之下。 变法之事的命运结局，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，则根基必不胜，其势不两存，法术之士焉得不危？其可以罪过诬陷者，以功法诛之；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，以私见刺客穷之。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，不戮于利诸，必死于私见矣。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。 变法之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，逆主上，只有两种结局：不死于公法，世族贵胄以组织问罪，必死于私见刺客。其四。变法之士必为牺牲，然变法之士死不选种，待有人出。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。 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。变法之士者，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，宁变法而死，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。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，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，沿袭旧徒而存国不可得也。最后。 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：变法之难，要在君主；君主不明，国之不亡者嫌矣。变法之事，孤存孤战，基于此，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，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事？其最要紧的有两条：一则。 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事，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事。修士人品高尚之事，不以祸禄示人，是其精洁；更不以王法为治。人主左右求所不得，祸禄不至，则毁屋之言起矣。治乱之功至于尽席。 经节之行绝于毁誉，则修士之利废；听左右尽袭之言，则无能之事在庭，而于污之利处官矣。二则，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，杜绝贤禄，惑主拜法之罪行，否则无以变法。 主有大失于上，臣有大罪于下，所国之不亡者，不可得也。朝朝孤愤，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；烈烈孤愤，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。这便是韩非，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势，自求身居而私通万里，烛照天下。 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，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。一部《韩非子》，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，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。即获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。 马基雅维利之《君王论》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，其深刻明澈，其冷峻峭拔，其雄奇森严，其激越犀利，其狰狞诡谲，其神秘灵异，其华彩雄辩，其生动邪趣，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，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。 韩非子之命运，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，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，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；在迂阔守城的时代，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的诅咒着、谩骂着。不能以功法灭其学，则必以口诛笔伐，追污其人，追诛其心。然则，不管如何咒骂。 韩非子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，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。后世有学人冯震曾云：“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，沉疴痼疾非此不救，用之不当，立刻杀人。虽知医者，凛凛乎其甚之。”这是后话。 那一夜，嬴政不能安眠，老酒一决绝的饮，浑然不知其味。五更鸡鸣，嬴政长吁一声：“嗟乎！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次日清晨，嬴政立即找来李斯与姚谷，事由只一句话：“无论何法，勿求韩非入秦。” 两人一阵思忖，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，力邀韩非。尧古不以为然。尧古说：“韩非能否入秦，既在韩非，更在韩王。”尧古之韩甚深，对韩非亦有种种查看。尧古以为，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，韩非必然拒绝。 只有以威势压韩王，以韩王压韩非，韩非或可入秦。长史入韩，着力处只能是韩非。对韩王这般权术成匹之小人国君，只怕利诱不逮也。李斯笑道：“韩王固小人也，足下何以克之？”尧古答曰：“善术之小人，为任威慑，岂有他在？ 李斯又笑道：“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？”姚古道：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我观长史，大才长策之士也。然对卑鄙小人，却不善应对，如此而已。”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：“姚古此说，臣无异议，但凭君上决断。”嬴政当即拍案决断。 摇骨使韩，务求韩非尽快入秦。四，天生大道之才，何无天下之心哉？蓦然之间，李斯的心头很不是滋味。得摇骨快报，秦王本欲亲自到函谷关隆重迎候韩非，可是被王婉劝阻了。王婉的理由很简单。 秦为奉法之国，王营三社为敬才之最高礼仪。秦王为韩非一人破法开立，后续难为也。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第五章，数智王韩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